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19集。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个驱动，这个黄炮的话呢，它是来自于 BM Beast Machine， 而不是 BW。 BM 的话呢，看过的人可能没有像 BW 那么多，但是呢，它是一部非常有深度的作品啊。我虽然没有整部把它看完，但是我看了二叔托马斯的解说啊。那本身的话呢，二叔的解说本身就比较有深度啊，看上去的话非常的过瘾。那么这个造型的话呢，更加的像大人的感觉啊。一整个 BM 时期的角色的话呢，可以说是各种各种的成长，我的感觉吧啊，几乎是换了另外一部作品的感觉，但是很适合拍成一部比较适合给大人看的一部大电影的样子。好吧，我们来回到这个玩具。作为一款核心级，它的大小身高呢啊，跟以往的核心级差不多，整个黄色非常的鲜艳啊。那么因为过于鲜黄的关系，所以说它身上有一些细节可能我们看的不是那么清楚，不过呢也还好吧。那比较大的破绽可能就是后面的这个爆了这个头，后面是空心的啊，其他的话还是有做一些小细节的补充了啊。那它有一对非常巨大的双刀，你平常不拿的时候呢是可以扣在肩上的，它这里是有一个组合的卡扣，我们呢可以把它拿下来握持在手上，就会变成了一对的弯刀。那弯刀的话呢，就感觉有一点这种就是锋利的感觉啊，是非常的强悍的。好，这个大小比例拿在手上刚刚好可以。那么这个玩具的话呢，身上的球形关节以这个手部的轴部啊比较容易脱落，手臂的平举的这个球关倒是表现的还好，那脚的这个紧实度呢也还在完全可以接受的范围。那它的武器呢还可以再做另一种组合，有点类似于是这个大风车式的一个组合方式啊。它这里有凸跟凹，我们就把它做个结合啊，就结合就可以了。然后呢握持住这个凸，我们把它给扣上去。其实我有点不太记得在 BM 里头它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组合的武器。那它的手掌的话呢后面的话有一个豹爪在后面，感觉吧这可能是一个也是可以视为是一个造型了啊。那整体来说我自己觉得这款玩具的把玩乐趣度还是挺高的啊，但是呢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毛病，等一下变形的时候给各位展示你就知道了。这个头部的话呢翻转180之后再把这个豹头给扣上，再来啊它的手部的话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凸，这个凸要扣进这个洞，但是呢它看上去呢应该是很简单的一个组合的一个卡扣，但实际上要转进去的话呢却需要对这个地方的球关呢做一定程度的调节才能把它给扣进去。有时候施力不当的话呢这个球关的话呢会喷溅会喷出去啊。那这边的变形也是一样的，我的建议吧就是手部呢去顶住这个地方啊，然后呢去推移去这个去在这个洞口去蹭一下，找机会滑进去，然后呢这个部件扣过来啊。那后半部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部件往下面搓下来，尾巴抠出来，这里的话呢还有一处要做一个结合啊，就是这个地方大腿的侧边有一个凸，要跟这里的这个凹槽呢做一个结合。那这个结合的话呢一样啊，我们是要去推移一下啊，去找到那个合适的结合的一个角度把它给扣进去。好，这样都扣进去之后的话呢其实它就是已经达到一个锁定了。那我们再把这个脚掌啊就把它给这个这整个角度的话呢把它给打平，打平之后的话呢把它平放在桌上稍微再做一个调整。那么这一款Beast Machine 的黄豹的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不过呢我们的武器呢还没有把它给收纳起来，那这个武器在收纳的时候呢是以它的侧边这里都有一个凸，我们就把这个凸给扣进去。那由于它的凸呢是只有单边的，所以呢我们在扣在这个肩膀上的时候呢它是固定的啊，你是两个刀的话呢你是不能够做交换的啊，它就只能限制一定要扣哪一个。好，那记得它的大原则就是把这个脚掌整个打平这样扣起来。好，那么这个就是这款黄豹的一个变形过程。但是我不得不说你这个眼珠子是不是太可爱了一点，这圆滚觉得一点点杀伤力都没有，这种就是可爱动物区人兽无害的这种眼神吧。虽然说在动画片里头它也不是说给人感觉很凶恶啦，但是你这个毕竟还是对不对，这个再怎么说还是太可爱了对吧。然后
就这个造型啊，真的非常的好看啊，人的手掌啊去抓住兽的掌一样的感觉。但是我还是要说，以这么小比例的玩具来说，它这个体型来讲，我已经觉得非常的好看。如果说对这个玩具呢再做一点勾线，然后喷一点消光漆，它会是非常有看头的一款玩具了啊。那我自己觉得还不赖啊，那在变形的过程也是很简单了。那前一阵子的话呢，有朋友聊到说在我的这 V 站的这个留言区里头讲到说很喜欢一趴变形的玩具啊。其实我真的觉得一趴变形是以前觉得很敷衍，但是我们现在好像还真的比较喜欢这种非常简单的一眼就能够看出来的变形玩具。似乎吧，在这个忙碌的生活当中呢，确实是给我们适当的补充我的能量啊，让我们有会心一笑的感觉。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